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芷溪。那么在《一代枭雄》这部戏里呢，我扮演的角色是朱彩玲，也就是主人公何府堂的二夫人。那么在他们的一生中呢，是甘苦与共的，而且这个角色也绝对称得上是女中豪杰。那么朱彩玲呢，是刀马旦出身，水般柔美却有着火样的性格，不逊于何府堂，绝对可顶半边天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也祝上海新文化的新剧《一代枭雄》收视长虹。好。